不会吧。 等等，少废物！等等，你说的到底是哪一种打破？ 竟然这么认真吗？ 等等，难道说，小石，再给我一拳，多用一些力量。 随着精神的削弱，那道枷锁也。魏博士，你是故意对他那样说的吗？Kiana， 你打架还带走神的？ 承认，这会儿还是你要强大的多。我认输了，我们离开这里吧，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呢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等等，我就是在问正事儿，谁要和你比个高下了？就算你现在和那个老古董绑在一起，也不够我一个人打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站在那儿别动。
让我好好试试看能不能解开那种枷锁。可能已经不需要了，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我原本以为梅博士刚才的态度过于随意，但他真正的意图看来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。喂，你让我带你离开我就带你离开啊，我没面子的吗？不，我现在好像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了。